们现在从十分回到瑞芳车站，然后前站出口搭公车往九份 ，Go， 当当走。文当这次台湾行最期待就是九份，因为他超喜欢蛇影少女。结果我们一出站就有很多计程车可以坐啊，他们说计程车的话一台车只要205台币，就觉得很便宜，这样那干脆坐计程车好了。我们到九份了，文当狂拍，开心开心。我们当当的九份旅程正式开始。牛肉面，別に変な匂いしないよ。还好这味道文当不会觉得很奇怪。好，我想尝。多分コリコリしてくれた。不知道。どう？好吃。感觉太开心了吧？好可爱哟、哦。感觉好想睡觉。食べようとして台湾食べちゃう。为什么要吃台湾呢？不懂。我看我应该给文当买一个这个。台湾的杯套真的好可爱哦。見て、見ちゃってる。感觉好狡猾，好滋养。我要带文当来吃芋圆，买了一碗芋圆给文当吃，可以点热的或冰的，我给他点冰的。おいしい。こちらあったかいね。胃口，那、啊、我来试试看。我ちょっと苦手。あたかいからすぐ溶けるよ。もう一回もう一回。うん。苦手？ピューマン一番有名なやつだよ。どうなの？我太伤心了。ああ、もちやん。もちやんこれ好きなの。カッコに。我那想来就是这里。来。好，来，我来了。最高子。今日もちひろの気分だから。文当超兴奋的啦！刚才我们走到别的地方去，他就说为什么都没有声音少女，一直讲，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念，终于找到了。社长一点，みんな撮ってるよ。只要说大家都在拍，文当马上回头看大家在拍什么，然后文当就会跟着大家一起拍。生平戏院，竟然不用钱，太扯了。是不是？他特别来到这么有历史气息的地方，就竟然敢想只有一句好凉。我跟文当现在要来喝茶，因为现在人真的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做不到看到风景的，但是可以慢慢的休息喝茶。我们这次选的阿妹茶楼是没有吃东西，只有喝茶跟小点心的。这里的话是一个人300块台币，我们觉得蛮贵的啦，可是来体验它也没关系。しかし甘いのもし、お餅、ラグワン、ラグワン柔らかい、食べ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。ごませんべい。あ、それとティーで300台湾豆です。夜あとまた食べるよ。夜市で。これだけ食べさせたいっていうのない。めちゃくちゃでかいからって。顔よりでかいよ。え、嘘。またまたルーちゃん嘘ついてる。ついてないよ。あと見ればわかるよ。え、水冷たいお茶。はい。はい。水飲み放題よ。おお。代わり大丈夫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谢谢。怎么黏在一起？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。然后他说这里的茶是可以喝到饱的，所以你喝完可以再续。じゃさっぱりしてる。よかった。後味すっきり。感觉文当觉得不好吃，他觉得不好吃，就会拼命想要讲出一些好话。很好吃。那我来试试看这个麻糬，好吃哎。对。给大家看什么叫娴熟的熟女。全てがわざとらしいんだよな。因为外面现在很亮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想说等天黑，那个灯全部亮起来，会看起来更漂亮，要拍那些照片。所以呢，我们坐在这里阿妹茶楼喝茶杀时间。那因为外面很热，可是里面很凉，然后它的茶是可以无限畅饮的，所以我们觉得还不错啊，可以慢慢休息，要慢慢等那个时间过去。那店员还送我们两张明信片当礼物。我们刚才看隔壁桌是点热的，隔壁桌的好像其实是有比较完整的冲泡茶的过程，因为我们是点冷的，他就直接这样送上来。如果想要好好的体验台湾的就是这种茶道文化的话呢，建议可以选热的。不要的啊，这样小动物吗？我好幸福，好幸福哦，好幸福，好幸福啊，好棒啊，好棒呢，嗯，太好了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哦，あらゆる知識を。我们本来吃完准备离开了，结果店员跟我们说可以自由到外面在观览台拍照，就还蛮好的。我们觉得300块还蛮值得的啦。我们文当拍得很开心，他最想看的就是这些画面。我们文当超欢迎，他等的就是这一刻，就人超多的。文当超拼命在拍，文当边拍边唱。
이거를 잠깐만. 기대장. 好嘞。为什么好嘞？好的，第四集终于有打。稳当，满足的打。好幸福，ジブリの世界に入ったよ。僕はね、千尋だった。意味がわからない。结果我跟文当又被人家拉客拉走，决定坐九人巴士回到台北车站，非常非常便宜，一个人只要200块台币而已，我们觉得蛮划算的啦。天恒，拜拜，拜拜。现在我跟文当来到建潭站的士林夜市，耶。